欢迎收看谣言追追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狼，我要去当兵了。老人都说男生会长到当兵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当兵前跟当兵后身高到底有没有差距。来，我几公分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当兵完之后我会是几公分吗？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当兵回来了。国军的伙食都超营养的耶，他们贡丸汤里面都帮我加了珍珠，真他妈贴心。哈，小狼，不好意思，请不要自己乱加台词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导演。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直接从量身高开始哦。好，记得垫个脚尖，让大家以为当兵真的可以长高。OK， 没问题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当兵十二天可以长高几公分吧。现在慢慢的垫脚尖。谁在那边放音乐啊？哎，小狼呢？哼哼，抱歉了，国防部。啊，小狼，你躲在椅子后面干嘛、啊？今年起会有一大堆人去签志愿役，之后政府会无力负担这些军人们的薪水。啊，还自己做反光眼镜，最后下令解散整个国防部，那些曾经欺负过我的长官们，你们等着失业吧！哈哈，我是天才啊！哎，导演。听说你免疫耶，为什么？我在另一边呢、啊。